你们看这边都没人啊。哎，快快快快，这很可爱。哪里？我看又是很可爱。哇，真的很可爱嘞！这小妹妹好可爱哦，看这只小树好可爱。哇，你看这两摄影师。我讲有敲响啊，有拍到吗？有有有。我们去拍摄影师。别动！我在这里。你在哪里？我没带我的地图。是啊，这也是武林农场的什么？南玉入口花园。南谷。我在南谷入口花园。对。吃着金瓶汤，入口金瓶那个入口就是 M。很容易入口。对。很容易啊，从口。地狱了呀。对，这种会下雨，你看。它那边是白云的旁边。嗯。要。那边是白云。我们跑到白云底下就好，现在在乌云底下，对不对？嗯、有声音，但看不到哈、哦。哎呦呦呦呦！那个树上哎，它没有果实，它为什么会那么多鸟？吃花蜜吗？下来来，我们在前面拍几张好了，快点。我们就在一个屋檐。那边坐那里。小猫咪，你要拍一个吗？去跟妈妈拍吗？三、二。有鬼来的时候，要躲在紫藤花巷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他可以从这里过来啊，这么多空隙。对啊，那鬼灭之刃他养那么多，种那么多紫藤花没用啊，他不是花期的时候鬼就跑掉了。全年都是开的。是哦，是 Seven Eleven 下二十四小时都开的。走啊，小猫咪。你好像很忙很忙。漂亮，这漂亮哦！你拍起来怎么这么漂亮？果然有奶爸之风啊！那颗白色的很漂亮，摄影师。我觉得最漂亮，我觉得最漂亮的还是摄影师啊。那你自己拍自己。三，再一张啊。三哦，姐姐脚好长啊，超广角，对。超可爱，你比较可爱啊，小树在你身上才可爱啊，在爸爸身上就不可爱啦、啊、所以小树没那么可爱。有红有白，快点拍。
现在前面的景象是一只台湾灰熊带着一只小猫咪来赏樱花。这只黑熊疑似跟我们的国宝级，我是棕熊，台湾棕熊。这只棕熊疑似跟我们台湾黑熊打架打输了，就放那个捕兽夹把小黑台湾黑熊的脚夹断了，来抓我们了。好，来回去牵车了。慢，你们要走慢一点哦，不要像以前走那么快啊，懂不懂？你们就在树林底下等我，